早安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好冷，我们现在要来吃饭。一二三，啊，那是北七哦。但你撒人那时候，你的表情不好看啊。对啊。打之后马上这样，这样才是好看的、啊。三，哎呦，好看我们到底有多么悠闲。哇，好玩，照片，这什么跷跷板？什么东西？这样会准备顶起来吧？走一公里才到了那个地方，谢谢王嘉文。哎、欸，你们也都想拍啊？你们想拍吗？累死了。我们现在要爬这个楼梯，但是楼梯看起来没有很夸张，还行。养生的节奏。爬多高了？你看一下。大家看，没有很高，其实没有很高。没有很高，然后我们累个半死。百五，190，加油！我们来健身的吗？300，340。我那边，他们已经咻，不知道去哪了，在那边。390，我打雷了。爬上来，结果看到跟杨梅山一样的长。我想知道你拍出来的角度到底好不好看？超好看。那我有漂亮？很美啊。那就够了。眼睛痛，胸部痛，胸部痛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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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阳明山，你好美，真的哎，很漂亮哎，拍下来值得了啦。但我想说，如果上来不漂亮，他就死定了。送在玩家，这是你摘的吗？不是我摘的。这地板真的有很多。为什么你嘴巴都要开开的？你看，不是你。然后蛮好看的，你看一下。这个叫做 IG 动动的幕后。我们冷到进小卖部喝柚子茶。其实这边蛮美，就是阶梯多了点，好漂亮。全部都要穿，就是神经病。他也要穿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你也要穿，你跟谁都不合群。我不是女生，我不合群怎样？你有种打我啊！So let's go, let's go, go。哎，不要拍我拍太长，如果太长他就往上一点。这个角度，这是哪里的？头发。哎、欸，你是在当优酷吧？对啊，优酷吧。景福宫。等一下他们好看吗？那你是第几名漂亮的 ？Number one。哎，我是魏璎珞。魏你妈。他们要去变身咯，一二三，哇，好丑，干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帅？觉得是 CP， 安生直接脸绿掉。
对，说柿子出工的时候都会这样。那这就是农夫耕田的。哇，下雪的雪地。你下面没有装别的东西吧？你要很有威严啊，然后讲一句韩文。啊，那边没有。古代人会这样讲吗？我说我是秀，是靠北啊！你要捶他心脏那边啊，这样。再捶两下啊！干杯七。你太做作了吧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还在发样子啊？那你刚刚这样子不做作吗？那你也看看你的多做作吗？你这样子还做作作？都是要趴在雪地里。真的不要得罪女生。好冷哦，大家，你看，王美的日常不好做。虽然我没有进去，在这边还是可以很美。我帮你拍一张，我帮你拍一张那个妃子坐享其成的样子。坐享其成，坐我们中间，坐。不要坐他们中间。是啊，天哪，这个妃子是破麻吧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他裙子有点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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